家人们看新闻了吗？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宣布包机接国人回家，请希望从乌克兰撤离的中国公民进行登记，登记人员需持有中国护照或国内身份证或旅行证，含香港特区护照、澳门特区护照以及台胞证。看到没？台湾地区居民就是中国公民。据说啊，有个台湾网红带着他的乌克兰女友在基辅拍视频，哭求美国一定要出兵，否则台湾也会跟着遭殃，还会第三次世界大战。这真的够会扯嘞！这对情侣啊，如果跑去登记求上中国包机，那就真的太戏剧化了。某些人以后别再扯什么免签国多、护照含金量高，一本护照含金量高不高，不是他能免签多少国，而是这本护照能从多少国家带你回家。快来订阅通识，按旁边小铃铛给我们点赞和分享哦！如果有什么想说的，也欢迎在下面多多留言呀。